星都是生活在镜头下，而且也是生活在带有滤镜和美颜的镜头下，所以每次有那种哪个明星纯素颜出镜或者无修图曝光时，大家都特别想看。当然每次肯定都不会让大家失望，但是明星能主动把自己的无修图照片曝光到大家面前的简直太少了，可以说是没有勇气。别说明星，普通人也不怎么敢，尤其是女生。不用说，大家身边肯定有只要拍照就会修图的女同志，但是舒淇真的是一股清流，她敢把手机下的自己没有任何修图的自己暴露出来，这个真的很厉害了。从照片中看，舒淇也有白头发，皮肤状态并没有那么好，脸上也是会浮粉卡粉，苹果肌部分还有斑，跟正常人一样都会老去。现在的明星动不动就不去整容，本来就已经四五十岁了，整得跟个妖怪一样，倒不如像舒淇这种不惧怕年龄的自然美。